为什么我们要认识情绪呢？了解情绪，了解自己，可以给我们带来正面的能量哦。那我要怎么样了解情绪呢？只要照着情绪游戏本天天练习，就能成为 EQ 小高手哦。当我们同在一起，情绪游戏本，从游戏中玩 EQ， 学能力。